5G 通信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现代生活，在这个科技密集型的领域也活跃着不少华人的身影。工程师出身的 Frank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，瞄准通信领域的细分市场，八年磨一剑，他们打造了一家深受客户信赖的科技公司。新时代电视逢星期四下午6:45及晚上10:20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